很多人问为什么中共国啊，它的股票都涨，人民币也涨啊。我如果中共国经济能好，啊，能涨，一直涨，永远别下去，人民币越来越强大，我说我们给上天天天磕头，啊，因为我们是灭共不反华，我们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，啊，但是这只是你的愿望，中国人天天我的愿望，一到中间春节联欢晚会，啊，都是明年更比今年好，啊。明天会更美好，那我叫这名。明天一定会更美好，美好什么？香港这样，是吧？它永远是愿望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共国的股票和中概股涨，和美元跌、日元跌、欧元啊，也够呛。只有人民币一边多好。啊，正好跟我们希望的相反。中共国的工厂多少呢？700万到900万工厂关闭，2亿劳工失业。他靠什么涨？你告诉我啊！如果他现在这样还涨的话，那中共国过去的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和过去20年。那经济就搞得太糟糕了，那么多人干活经济不涨，不干活的经济涨了。